就我那天轻功哎，太快了，跑到后面好像睡着，累到中间突然跑了不知道第几次，然后在中间公园在等转进口的时候，直接就秒射。所以跟尸体一起睡哦？啊，跟尸体一起睡？没有跟尸体睡，但就是秒射。我记得我们都超级累。在公园啊，在公园，那个椅子长椅上，秒睡，是被摇醒之后看人换镜头的。秒睡。那天超级冷，超级冷，在公园的戏超级冷。然后公园上还有一个巨不会动的。不能讲，那他为什么离开？我们真的不知道。那相关单位会说。对我们观众，我们是一般老百姓，所以开心。最带着遗憾就是，其实他活得好好的，那只是变，你会觉得他会伤害人，但是他的确会是，也许我们假设他，当这个假设不造成我们人类的害怕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只是我们活在我们的假设，那我们真的是在保护自己，还是在保护动物？到底哪个重要？或者生命的代价是否得到人的？我们的价值是否在？我觉得这个要好好教育一下，就是让他们知道说，就是生命的意义不该这样这么不小心。那那个摆拍吗？啊，摆拍我没有意见，没有，我没有办法对他们下意见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前面发展什么，我们看到的都是照片，那对于新闻不是，